家好，我是宋轶。我觉得我们这个作品还是属于比较清新的，可以让大家在平时在大都市里生活的很繁忙的时候，也可以回归山水田园，有一种非常清新自然的感觉。一回家，然后看到亲人，看到家人，就会想到春晚。我觉得也是陪伴了我的成长，见证了我的成长吧，有一种非常亲切的归属感。虽然我是第一次来春晚，但是我觉得更加的亲切吧，因为毕竟从小时候开始看电视，然后记事开始起就在每年一直看春晚，从8点然后一直看到12点，一直看到难忘今宵，然后吃饺子放鞭炮，我觉得还是挺亲切挺有家的感觉的。新的一年祝您突飞猛进，前兔似锦，兔年大吉，梦想成真。